中国 dancer 把脾气拿出来嘛。算了嘛，哎呀，别给我大老远来一次。我手心都出汗了，都怎么 ？Why water? Water. Because of this. 紧张。Yeah. 你们都是 high hand 的。可以。高级。三二一，四票过。完了，哇，这次不可能还要走得更早吧？哦，对，杨凯反正在旁边，反正他也是冠军，一直要走一起走。三二一，不是啊。结果刷，这一集他那怕不剪，我都看不起这个剪辑师，我跟你讲。我都说了，我们鼓掌就行了。就鼓掌就完事了。我在休息区，我经常跟他们讲，我们这个不是我们夸的区，我说我们的任务就是鼓掌。符号量飞上天，月亮跟你肩并肩。那时候的情况是什么样，你知道吧？尿急了，尿急了！我真的坐在那边，我都受不了。非常崩溃。我前面十几秒，你记不记得我坐在凳子上什么都没干，就抬头看着上面，我在看李玉龙，我想好想让他给我个信号，告诉我音乐什么时候有拍子，但是他就一直在那笑，李玉龙一直在笑，然后我就一直这样。我现在都后怕，我怕我爸我妈看见，觉得我有病。